泉。哦，太美了吧！我现在的浴室长什么样子？就是这样子，牛奶。要跟它取泥，然后敷在脸上。啊，这里还没有狗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空空空空。今天呢，即将成为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天，就是呢，我要去北欧了。人生第一次出国就去北欧，是去冰岛、挪威、芬兰，总共去15天，超级猛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会这么。哇，这已经算勇敢了吗？那么勇敢的去做这件事，这个花了30万，花了我一半的积蓄。其实这个一直也是我的人生清单之一，本来都是在我大概可能30、35岁之后才会去做的。但是呢，既然机会来了，有人揪，就直接给他冲下去。好，那我要去机场了，敬请期待我15天的北欧生活。我已经到桃园机场了，现在时间呢是12月10号晚上的7:48，我们是约50分，刚才去办一个快速通关，全部人都到了，品子、胡子、晨晨、阿迪、松鼠、剑宝全到了，哎不对，还差洋葱，我们等他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做 Rivoa， Rivoa 阿迪的新的战袍，新的没错。我在猥亵他，猥亵他，摸摸摸，尽量摸。我的计划呢，就是30万以外呢，绝对不花任何半毛钱。结果呢，马上就破功，30万不包含保险，所以现在要保险。这样子15天是什么？2564，你们是老鼠，拿了这么多，国泰医保全部都送。口罩，他国外要戴口罩。坐这么久的飞机，坐16个小时，不知道我会在飞机上睡成什么样子。这就是我的座位，开玩笑的，我是这个座位。还有耳机，我以为是耳塞，我以为是耳塞，太高级了吧？好扯哦，这个是一个人的位置。待会呢，在飞机上呢，大概就会做一些写明信片、睡觉、玩游戏、写脚本，应该这样就可以度过10几个小时吧。我们就要出发喽！超级猛哎，超级猛！那个水波纹不知道是怎么被弄出来的。其实这样看不太到那个水，看到那个水波纹，但是我可以看到你很嗨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在快速前进了，我们两个会活命的，没错，我们会活下来的。不可能第一次搭飞机就死掉，没错。我跟我所有那个逃生地点我都已经记好了，这个是维系生命的地点。要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又来了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们完全就是一个尊龙接待超赞。其实呢，我平常呢是蛮接，完全不喝酒，不是完全不太喝。但是呢，既然飞机上呢是无限量喝到饱的话呢，我们总是可以老鼠一下，机场老鼠把它喝一波。我们现在大概已经飞了2个小时，我们还有12个小时哦。
什么发热衣都没有穿，我要当勇者。你也没有穿？我没有。哎呦，三个勇者，握手。嗨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嘿嘿嘿嘿。我要后会有期了。成功到法兰克福。来看一下我的衣服究竟能不能抵御外面负十度的天气呢？有了有了有了！我们全部人都没有穿发热衣。我的衣服在行李箱里，我忘了七个小时，天哪！我穿了我登山用的全套啊。太夸张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当勇者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我完全只穿了一个薄薄的裤子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要当勇者不是你而已吗？你不是说你要用你家里的家里的那个保暖衣服，是完全没有偏购任何的那个防寒衣。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可靠的背影，这个勇猛直前的样子，什么叫做顺风，就是这个。每次到这种时候，就很想学好英文，然后每次都会因为算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德国了，我现在要穿这个样子，什么外套都不穿，然后出去感受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等待转机的第一个餐厅，很像麦香鸡堡，它有加一些意式的香料。这里的是多少？5.5欧，150块。我很喜欢吃欧洲的面包，就是硬硬的，很香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要自己配乐啊。因为又放会又会有版权，所以我自己很。刚刚在飞机上找不到信卡的洋葱，以为这趟旅程会完蛋，因为我们还要等飞机等5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先去德国的小镇，然后旁边还有教堂，感觉很猛，是阿迪找的。哇，我刚放哪里？桌上。哇，谢谢。差点就又直接弄丢了一个东西。我们是那个东丢西丢团，得照顾一下我们的晨晨，今天唯一吐的，然后而且还吐了3次。坐宾士的，宾士计程车。好凉，好冷，哇，有雪，我第一次看到雪，大教堂，哇。好美哦，这个是什么教堂呢？这就是 Frankfurt Cathedral， 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大教堂。哇，它有中文吗？法兰克大教堂之类的。哦，就法兰克福大教堂之类的。因为它有教堂分 church， 跟 cathedral， cathedral 就是这种大礼堂， church 是小教会。原来自己好大的那个，阿迪快过来看这个。超大棵圣诞树，这个好漂亮！哇，这个雪啊，好冰哦！我觉得超准，怎么会？果然被攻击。嘿，德国的街道，这是冰淇淋吗？这个天气还可以吃冰淇淋呢，看起来是饼干控的。吃食物都喜欢。刚才逛完德国老街，现在要往机场出发，前往冰岛泡温泉。最精彩的来了，蓝湖温泉。
走在那个冰岛这边，我都感受到那个寒冷的温度。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就是搭乘一个小时，结果发现那个冰岛的机票上面的时间是当地时间，然后冰岛德国再晚两个小时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搭了三个小时。导游大哥，我们的车来了，这是我们这次坐的车，就是这一台。哇，灵魂都飞出来了。哇哇！我们到了蓝湖温泉。等一下，这个太美了吧！这个石头，哇！现在是准备要进去的时间。我把它挡住吧。哇！太美了吧！太美了！哇，看着星星，太美了，平哇，还有你们，好美，你还没了。这是一个探险的洞，然后静宝宝跟瓶子松鼠已经打前锋，太舒服了，决定了，现在跑了，不拍了，5000块不能浪费，不拍了。来看一下美人，美人我现在的浴室长什么样子？就是这样子，牛奶，超牛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哎，我们假手不上去，福利你先骑下就好。小心啊！哇，发热哎！都在冒烟呢，都在冒烟。这个照片都发烫的，对，好像会完全挡，热挡，热挡，有了，热挡有了，现在是健保热挡，哦，有，这是红萝卜、橘子、苹果跟姜哦，姜味重吗？姜。有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好喝。第一杯是免费，所以呢就要点最贵的。到这边还是要特价灌人一波。那个叫气泡酒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也喜欢这种化学樱桃。那才是色情。这个不甜。不甜，我还以为是甜的。那是台币1999。对对对，没有，不是啊，不是台币，那个冰岛币。但我要换算一下，我不知道台币多少。好喝吗？还好，普通。最贵的不一定最好喝，这是钱的味道。好，干杯！我们的北欧15天第一个行程，蓝湖温泉，成功！耶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泥作区，要跟他取泥，然后敷在脸上。啊，补土，对，是补土啊，补土发补泥这样。而且真的有那个胶水味道，不要涂到眼睛哦。好，不敢。你刚刚给我，我有抹均匀吗？完全没有。你下巴这边有一块，这里有一块。啊，这里还没有狗到。你要抹了呢？对，还有这个你要抹。好，可以了。复活的感觉。晚安。后面好香的虾子。啊，超好吃！对对对。这看起来超级爆炸好吃哎！我最喜欢焦糖烤味了。先用这个草莓结束一天吧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